佢咧就真係患咗癌症咧之後咧，我好心痛，因為以前咧佢未病之前咧，佢真係一個我成日話佢萬能嘅，但係佢一病咗之後咧，就睇到佢真係成個人真係冇曬能力，講嘢都冇咩氣。咁有時見到佢咁能幹、咁有生氣、咁有勁嘅人，做嘢勁嘅人，突然間做唔到嘅，佢連講嘢都冇乜氣，行路我哋都要扶住佢。咁我覺得神咧有時係有佢嘅注意啦，即係我哋都搞得特別神。譬如有時咧，譬如有時即係做一啲嘢唔開心發生啊。或者有時見到啲癌指數跌得好升得好高啊，即係人做唔到嘢，咁我哋就唯有交託俾神。咁好多時我哋夜晚黑瞓覺之前，有時唔想自己太多嘢諗，咁我哋就揸住手就祈禱，交即係交曬俾神。咁等神咧去安排一切啦，即係無論佢嘅生命係長係短。都不到我們控制，都是神的手裡面，所以我們交託給祂。那很神奇的就是祈完禱之後，我們又很安樂的睡覺，很舒服，不會失眠的，那到第二天有新的一天。老婆，即是你是我一生的挚爱，我净系由识你第一次都冇第二个女朋友。咁你在我病的时候，你咁样服侍我，我是好感动的。即系我哋希望能够长厮守，但系神。讓我有這個咁嘅病，我唔知仲可以有幾多年，但係我係永遠都愛你嘅，亦都願神咧繼續祝福你，讓你能夠有一個同家人能夠有一個好開心嘅日子。照個醫生講咧，係應該得幾個月命嘅啫。而家能夠有年半咧，超過年半咧，呢個係神好大嘅恩典。因為信耶穌能夠有呢個恩典，能夠有永生嘅盼望，呢個就係我哋最大嘅恩典。人咧就一定係會老化嘅，即係好似聖經講，我哋都係會即係。人生的時間是很快速的，很快我們又好像詩篇九十篇那裡說，即是正常是70歲，強壯是80歲，但是人生都是勞苦受煩，轉眼成空，唯有是依靠神，即是我們過了一個敬虔的生活，我們才可以有一個即是很開心的日子，無牽無掛。當我知道呢個病嘅時候，其實我係作為醫生，係了解到胰臟癌。當你走開咗嘅時候，已經係一個絕症，即係你嘅生命能夠有幾耐咧，係完全同埋啲藥物嘅效能有幾耐都係有限嘅。所以我，但係我點解有咁嘅平安咧？就係因為我知道神的應許，我信了耶穌，聽耶穌話，即係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。即係若不藉著我，沒有人能到父那裏去。呢個就是耶穌基督的應許。佢嚟呢個世界2000年前，就是為著我哋的罪。我哋每個人都是罪人。咁聖經又話俾我聽，罪嘅
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了神的荣耀，罪的公价就是死。但是信耶稣呢，他的应许就说，你信我，你接受我做你的救主，你就得永生。所以这个是我的，我们每一个人，每一个基督徒有的盼望。所以死亡对我们基督徒是完全，只不过是一个暂时的，即是一个暂时与家人的分离。我们在世界上是，我们基督徒在世界上是客旅，有一天我们要见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耶稣也都应许我，我们在约翰福音说，你们心里不要忧愁，我要去为你们预备地方，我预备地方也会接你们去。所以这个是很大的应许，但是最重要就是你要接受耶稣基督。行医四十年，更加是董事会主席的郑崇高医生，每个决定都影响无数人，甚至关乎病人的生与死。但走过大半生的传奇人生，他明白唯有倚靠上帝，才可以作出最明智的决定。而我们每个人都同样要为自己做一个重要的决定，是关乎我们将来可不可以在天堂与家人重聚。如果你愿意相信这位上帝，请你跟着一起祈祷。亲爱主耶稣，你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的缘故舍身流出你的宝血，至少我们能够有永生的盼望。主要我们可以将我们的生命和我们的遭遇交给你，因为你是又真又活的神，你是可以带领我们走出绝境的。求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让我们都能够真的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。我们不如全祷告，是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